题。嗨，海飞你好。Hello， 现场朋友你们好，还有老话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蔡梦豆花。是，我觉得他非常可爱哦。你看我们今天的造型打扮带给大家是这个快递甜心的感觉，对不对？我们是不是先请这个蔡黄茹，我们先拍个照，之后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要担任一日店长会不会很紧张，或者是要带给大家什么样的惊喜，好不好？好，来麦克风，帮你拿一下。好，那请蔡黄茹，我们先看左下方。同学，正前方。右手边。右边，右边，好，中间，还有左下方，还有右手边的粉丝朋友们，中间，来这里，中间来交，这边，这边，好，正下方，好，谢谢，好，左上，好，左上再看一下。中间来一下好不好？好，正中间再看一下。这里。好，谢谢。我们把麦克风交给豆花哦。这个蔡黄茹今天我们要担任是一日店长，对不对？先问一下，要担任一日店长，要担任店长这么重要的 title， 重点是要对于这个牌子非常熟悉。对，请问你有没有品尝过，甚至是还没有邀请担任一日店长之前，有没有自己主动去购买过这个老炮的甜点？我跟老炮真的是非常有缘，因为在其实他第一间门市开幕的时候，刚好就在附近逛街。对，然后就被他的外观所吸引，加上他陈列的五花八门的闪电泡芙给吸引，当下其实我就少女心挥之不去，是我买了好几个回家，而真的很有缘的，因为这样的关系，然后今天可以来当一日店长，其实真的蛮开心。然后加上其实我因为长时间都在工作拍戏，没有办法出国度假，然后我其实常常可以借由就是老炮的闪电泡芙，让自己得到舒压跟疗愈的一种心情。对，我觉得真的其实老炮真的是很抚慰人心，真的，而且不单是抚慰人心哦，就像刚刚这个蔡黄茹说的啊，因为没有时间度假，所以当我们有了一条这个老炮的闪电泡芙，任何口味都可以哦，配上一杯咖啡，还有或者是你喜欢的一壶茶，因为我平常很喜欢躲在家里，就是做，因为做戏剧的功课，是，然后我就会泡一壶茶，然后选一本自己喜欢的书，然后吃闪电泡芙，你真的会有错觉，觉得自己好像身处在法国巴黎的那种氛围，然后我跟我妈妈经过还 Bonjour， 对，跟妈妈讲。法文，对，心情真的会很好，是，所以大家可以试试看。本身你自己就是很爱吃甜食的女生吗？嗯，我是，因为我是一个甜食控，是，对。可是你看，还可以维持这么好的身材，真的非常不容易。当然还是要运动啦。对，而且我们刚刚在后台有聊，我觉得这个老炮是一个非常让这个所有的男生跟女生，不管你有少男心跟少女心，都会觉得只要带一盒这个老炮的礼盒送给朋友，都会觉得超级有面子。没错，不管是你送给工作朋友，你就会朋友会觉得你很大气，因为它外观的造型其实有很多很特别、很可爱的。对，送给自己的喜欢的人，他们心情应该就会非常好，而且非常心意很够这样。对，而且你都还可以拿这个老炮的甜点来当那种就是心情告白上面的感觉。对，对，像其实最近母亲节也要到了，是，我觉得可以用不见得一定要买大蛋糕，其实你可以选好几个像这样的闪电泡芙，其实妈妈一定会很喜欢。对，而且因为不同口味，每一种口味都尝得到，也可以让母亲节更多彩多姿嘛。对，是是。那因为你刚刚说了，对于这个老炮的甜点你非常熟悉，那我们除了是在母亲节限定跟大家分享的开心樱桃塔跟开心樱桃泡芙之外，有没有你自己还喜欢别的口味？我其实因为之前买过很多口味，像抹茶我自己很喜欢，可是我觉得最特别就是最近有一个母亲节限定款，是开心樱桃闪电泡芙，我觉得口感吃起来大家一定要去试试看，因为它酸酸甜甜，很适合现在的夏日的感受。对，其实它里面的口感，我那时候我记得我吃到的第一个感受是它口感很绵密，嗯，然后再加上那个口味形容应该说丝滑，这不夸张，大家可以试试看。我会讲，对对对。然后另外一个我很喜欢，像是玫瑰柠檬闪电泡芙，这一款我在吃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可
自己说口齿留香，就是这一款闪电泡芙。对，因为它有淡淡的玫瑰清香，而且又会有这个柠檬的非常，就让大家觉得就是口气很清新的感觉。大家可以真的去事后等一下去那边挑选回家试试看。对，真的，因为我们刚刚活动还没有开始的时候，在柜位上的很多的朋友们，大家已经开始抢购跟预定了哦，就是希望在即将来临的母亲节能够带给妈妈很多的惊喜。回到目前为止，我们都是听这个豆花菜黄蓉用说的来跟大家分享老花的甜点，我觉得我们应该更有诚意一点点。怎么样？就是你是一日店长，那店长不是只是那种画像，说来，我这边东西很好吃，赶快来。哦，也是。对，而且让大家看一下你的手艺如何，好不好？好啊，可以试试看。但是非常天然的开心果酱上哦，要请这个豆花菜黄蓉，我们里面的这个基底，先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造型，仿佛就是太阳的感觉，对不对？对，象征着妈妈对我们的爱，非常的温暖。哦，好。你不会就挤几坨，你知道那个开心果果酱就这么有天资哦？是，还带续。好，那再来我们把我们的好准备好的一个樱桃口味的泡芙，我们把它做结合。好，做结合要怎么放上去呢？主厨当然会先准备一个 sample 让大家看一下，但是发挥创意这件事情还是要考考店长的，好不好？请豆花菜黄蓉，我们看看怎么样能够把这个非常可爱的这个泡芙给组合起来哦。好，对，虽然说这个音乐店长很有架势、很有天资，但是他手真的是抖到一个不行，真的很紧张哎，不知道在紧张什么哈，是冷是不是哈？好好好。你手真的在发抖，你也太呆了吧你！我拍戏又没什么，真的是怕辣场是不是？还是怕就是辜负了主厨的期待？可能因为就是算是要送给妈妈那种感觉，其实就会很紧张，因为这是很神圣的一个，是怕妈妈处罚是不是？对啊，怕妈妈把我归还拍下来。好，不会不会，好，来下一个动作呢？那我们再来是我们把中间这一个泡芙。好，总共有八个，然后再完成上层的装饰。好，等一下，主厨，既然我们刚刚有特训过你口中所谓非常有天资的学员，我觉得你就不要示范了，让他直接来， okay. 好不好？ Okay. 我们也考考这个豆花菜黄蓉是不是真的犹如主厨口中的非常在今年收到最让他惊艳的学生。OK， 好，这个是我最轻松的一次活动。真的真的，好，那我们换一个位置哈，也顺便在这个同步进行看一下这个豆花在示范的过程当中，好。看看能不能一心三用哦。请问豆花跟哪个演员合作最开心？跟张力昂。跟哪一个演员合作最不愉快？跟张力昂。请问希望自己在演艺圈会有得到什么样的肯定？肯定就是好会做闪电泡芙。这么厉害，这是最大的肯定哦。请问母亲节要包给妈妈多少钱的红包？红包，我觉得讲钱伤感情啊，就是送这样送闪电泡芙给妈妈。我想你不给妈妈钱，更伤你跟她的感情吧。再加给你100块。对，好的啊。你刚刚在这个我们在使用这个开心果果酱的时候，你有不会觉得隔行如隔山？还是会耶，可是我刚刚这样做一做，觉得蛮顺手，感觉可以转行嘞。你确定吗？来，给他做啊。你确定哦？好，但是因为主厨有特别提到了，没有关系，我们在挤那个开心果果酱的时候，如果有一些些小小的这个凸起的部分，我们还是可以用别的方式，很聪明的方式把这。你小时候是不是做美容也不是很在行？不会耶，很在行。没有，主要就是因为怕妈妈看了你做的以后会觉得你的诚意不够。你看，为什么连这都看？我想不起。你看他手有多抖，因为你是反手拿，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拿？为什么不这样放呢？好，对不对？哈，有没有？好，我们下次可以跟蔡黄蓉来比赛一下，如果他有粉丝见面会，我们来比赛那个穿针引线的游戏，好不好？哈，好，对嘛？你看你正的拿不就很好了吗？好，我知道大家刚刚看到蔡黄蓉这样的表现，一定会觉得她是非常有诚意的，要带给妈妈以及带给所有粉丝朋友们最可爱的这个开心樱桃塔哦。那我们要请这个主厨，而且麻烦主厨再提醒她最后一个步骤是什么？樱桃在法文我们叫 cerise， 那这个甜点叫做 ma chérie， 就是我的亲爱。那我用这两个字音很接近的话，用樱桃来吸引我们
所有亲爱的母亲，那最后也祝福我的母亲永远开心，所以开心果是开心果仁哦。好的，我们要很这个随性的把它最后的装饰，让这个妈妈在收到豆花跳黄炉准备的这么可爱的哦，好来开头耶、yeah, ！特别准备的，这次的开心樱桃塔，能够感受到这个满满祝福，以及带给妈妈的用心。好，正中间，好，我们把手套拿下来，然后请这个东华三黄炉拿着你的成品来拍个照，好不好啊？好，也要谢谢八位主厨，谢谢主厨。来，我们先看正前方。中间，下面。好，右手边下方。来，中间。正中间。酸酸甜甜的滋味哦，也是象征妈妈在照顾我们的过程当中有很多的酸甜苦辣。我们当然不是只有一天是母亲节，也希望大家在每一个特别的节日，能够希望给不管是妈妈或者是家人或者是好朋友，一个特别的祝福的时候呢，我们都可以选择老化的法式甜点，让大家就是甜甜蜜蜜的感受到对对方的浓情蜜意哦。好，还有一个也是刚刚这个豆花菜黄炉非常喜欢的这个闪电泡芙口味，这个是玫瑰柠檬的闪电泡芙，颜色也非常可爱，也请这个豆花菜黄炉我们来换一下来拍个照哦。好，那收好哦，这是这个豆花菜黄炉刚刚特别 DIY 制作的哦。好，我们来换上另外一个产品。压力经典到这里好，这也是刚刚这个主厨跟大家分享的哦。这个为什么取名叫闪电泡芙？因为它的美味会让这个食用者、让消费者用闪电的速度能够感受到它的美味。你要吃的太美味了，所以很快就把它吃完了，如闪电一般的让大家可以品尝到它的味道。好，慢点，好，又拿着好吧？对，好，我们就。到时候呢，也可以让这个所有的朋友们在记者会结束完之后呢，我们会在老汤的柜位上哦，我们还会有这个跟刚刚三位幸运朋友的一些很可爱的近距离的互动哦。待会拍完照之后，我们在舞台前先接受电子媒体朋友们的访问，也再请大家待会儿移驾到这个老汤，在星光三月幸运新天地 A8 馆，我们特别设计的空巢街边店。来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我们在这边非常特别的有法式氛围的 La Pa 的全新概念店，这样 OK 了吗？谢谢，再次谢谢今天现场所有的媒体朋友，谢谢豆花菜黄炉是我们今天 La Pa 全新概念店的一日店长，他是我们今天的甜心快递员，要把这个给妈妈的用心，给妈妈特别设计的开心樱桃塔要送给全天下的母亲哦，三遍了吗？谢谢现场媒体朋友哦，那我们待会儿在台上进行电子媒体跟我们的访问哦，谢谢。